旅行开荒实用英文手册第一部分日常生活。语句六十六条经典禅语。侠客文章。宜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三，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四，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五，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六，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七，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着，因为分离是必然的。八，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九，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十，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十一，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服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十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十三，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十四，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十五，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十六，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它一口吗？十七，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十八，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别人就容易接受。十九，同样的瓶子，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二十的不到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二十一，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二十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你懂吗？二十三，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二十四，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二十五，情执是苦恼的原因，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二十六，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二十八，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二十九，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三十，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通常都会有错误的。三十一，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三十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三十三，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三十四，时间总会过去的，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三十五，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你会很痛苦。三十六，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三十七，说一句谎话，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何苦呢？三十八，白白的过一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三十九，广结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四十，什么是毁谤最好的答复？四十一，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四十二，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四十三，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四十四，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四十五，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四十六，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四十七，不懂得自爱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四十八，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四十九，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五十，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五十一，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五十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己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为友。五十三，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不要欺骗你自己。五十四，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所以请不要抱怨。五十五，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五十六，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五十七，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渡，切莫自己逃了。五十八，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59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60你有你的生命观，我有我的生命观，我不干涉你，只要我能，我就感化你，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61你希望掌握永恒，那你必须控制现在。62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你越骂他，你的心就被污染了，你要想他就是你的善知识。63别人可以违背因果，别人可以害我们，打我们，毁谤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64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就得先受苦受难。65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因此你用不着抛弃，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万物皆为我所用，但非我所属。66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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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黄庭经回黄庭真经太初修真黄庭外景真经未有天地始太初生老君只为人我故转转是其因回头悟生死养气蓄精神丹田不许坏，保养寿长生，身中藏天地，凡夫几个文，人生虽云小，一一按乾坤，东方青龙江，是吾手干神，南方朱雀江，是吾手心神，西方白虎江，是吾手肺神，北方玄武江，是吾手肾神，中央勾陈江，是吾手皮神，五方相匹配，虚黄按排轮，肝肺为夫妇，心肾为婚姻，脾好良媒者，差排君与臣。新王帝天子端吉贤与兵东岳帝左辅保护魄与魂西岳卫右臂保护气和神南岳卫以驾保护血和精北岳卫殿后保护寿命根中岳卫统使保护一生中，从头背至尾，寸寸是精神，一头毛孔窍，有一大将军，边身披金甲，守护不亏人，恐人不醒悟。仔细说来因，大肠如江海，小肠如河津。上下分九窍，了的是闲人。宋吴真黄庭，
得保七保身，莫叫魂魄散，体健得长生。水生火自降，犹如君靠城，昼夜常检点，寸步不离身。知是谓玄妙，名为上品人。自古人尊贵，其名伟的真。眷属暂时聚，中外都离分。金玉并玉貌，终究化未成。咽喉三寸气，名为真得宗。各将身中宝，调和气与神。宋吴真皇庭，升天见老君。人生之中境，自有天地神。头为天，足为地，顶上有各玄牝门。一去泥丸宫，父精母邪身。左婴儿，右差女，宫中便是皇庭体。一寸三分足，母子不相离。一年一周天，一月一周天，一日一周天，十二时辰准一年。若诵黄庭经，自然吐红莲。两肾之中有方圆，一点精气神包莲。左三位阴地，右三位青天，三三并九转，九气结成真。身如三天去，方知七宝身。此经诵一遍，九玄境超身。听吾诵黄庭，鬼神不敢侵。家有一本宫，宅舍永安宁。佩戴此经走，远近任游行。密知天地罪，谢知天地尊。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经中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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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附九十七。佛学词典集成，是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所制作的大型佛学工具书 ，Auto Fan -003-0000 经01-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坛经唐法海集记。01-002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圆宗宝编。01-00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摇琴鸠摩罗什译。01-004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梁曼陀罗仙译。01-005佛说维摩诘经摇琴鸠摩罗什译。01-006门迦阿拔多罗宝经刘诵求那跋陀罗译论。02-001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造。02-002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关门菩提达摩智。02-003无心论菩提达摩智。02-004观心论。02-005最上乘论唐弘忍术。02-006大乘无生方便门。02-007大乘北宗论唐慧光释。02-008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唐大照慧光释。即03-001菩提达摩大师略辩大乘入道四行观谈灵序。
零三负零零二少室六门，零三负零零三姓新名随僧参坐，零三负零零四禅宗永嘉集唐玄绝传，零三负零零五禅元诸全集都续唐宗秘术，零三负零零六宗敬录宋延寿术，零三负零零七万善同归集宋延寿术，零三负零零八有名智觉禅师为心觉宋延寿传，零三负零零九真心直说高丽支那传，三年一月灵界初心学人文高丽支那传，三年一月一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觉高丽支那传，三年一月二禅宗觉以及智彻术，三年一月三拈八方诸玉集宋克勤等术，三年一月四碧岩录佛果还悟禅师，三年一月五从容安录万松老人平唱天童觉和尚诵古，三年一月六无门关宋宗少编，三年一月七人天眼目宋智昭集，三年一月八通玄百问通玄问万松答，三年一月九青州百问万寿禅寺变和尚问十生禅寺觉和尚答，三年二月灵禅灵宝训明净善众集，三年二月一资门警训明如警续集，三年二月二禅观测镜明朱红集语录，零四负零零一永嘉正道歌唐玄绝传，零四负零零二善慧大士语录，零四负零零三旁居士语录，零四负零零四预选语录清世宗皇帝选，零四负零零五江西马祖道义禅师语录，零四负零零六黄柏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唐培修集，零四负零零七黄柏断际禅师晚灵录唐培修集，零四负零零八郑州灵济会照禅师语录唐慧然集，零四负零零九云眼客文禅师语录又名真迹禅师语录四法福生录，四年一月零云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日本会印校，四年一月一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名元信郭宁之编，四年一月二府州曹山本纪禅师语录日本玄器编，四年一月三府州曹山元正禅师语录日本会印校订，四年一月四云门匡真禅师广录宋首兼集，四年一月五潭州为山林佑禅师语录名元信郭宁之编，四年一月六元州仰山会记禅师语录名元信郭宁之编，四年一月七金陵清凉院文艺禅师语录名元信郭宁之编，四年一月八雪峰真觉禅师语录居士林宏演编，四年一月九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名楚元集，四年二月零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四年二月一宝觉祖心禅师语录又名慧堂和尚语录逝者子和录，四年二月二杨奇方慧和尚语录小师人永编，四年二月三法眼禅师语录宋才良等编，四年二月四明觉禅师语录宋维盖竹编，
四年二月五时，双楚元禅师语录，又名慈云明和尚五会语录，小师慧南重编。四年二月六，元悟佛果禅师语录，宋少龙等编。四年二月七，虚堂和尚语录，元妙元编。四年二月八，弘智禅师广录，宋吉成等编。四年二月九，如净和尚语录，宋文素编。四年三月，林天同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宋义远编。四年三月一，正法演藏，宋宗稿疾病着语。四年三月二，大法演文义禅师语录，明元信郭宁之编。四年三月三，四家语录登录。零五负零零一，历代法宝记。零五负零零二，人家师资记，唐敬觉集。零五负零零三，传法宝记，唐杜枯传。零五负零零四，景德传登录，宋道元纂。零五负零零五，续传登录。零五负零零六，天圣广登录，宋理尊续编。零五负零零七，禅林僧宝传。零五负零零八，传法正宗记，宋契松编。零五负零零九，古尊素语录。五年一月，零续古尊素语要，宋师明集。五年一月一，五登会员，宋普记者。史说零六负零零一，胡适论禅宗。零六负零零二，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应顺法师者。零六负零零三，禅宗六变，故伟康者。零六负零零四，禅境合一流略，故伟康者。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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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常加言，一贯道。李玉柱，从一段有趣的话说起。记得西元2005年八月廿一日，一贯道世界总会暨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联合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一贯道祖师传道百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包括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爱心圆游会及音乐晚会。当天贵宾云集，大家都希望借此机会献上最大的恭贺与祝福。音乐晚会上有一位政要贵宾致辞，时说不论是什么大教，最后通通都是一贯道，获得现场数以万计的道亲及观众如雷的掌声。政要贵宾真的很会说话，在一贯道庆祝老祖师传道百周年的音乐晚会上，讲一些让大家高兴欢喜的话，而且现场绝大部分都是道亲，大家听了也会报以热络的回应。相信如果是在别个宗教活动的场合，这位政要贵宾大概不会这样说，所以大家也都心有默契般的想说听听就好，不要把这句话当真。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句话难道只是逢迎场面的话而已吗？毕竟这位政要贵宾也是读过书的人，而且又是身居要经，不必胡乱说话。因此这句话虽然不一定会在其他场合重复说出，
但是深入细观，这句话其实是真实不虚的话。一贯道可诠释为各大教的极致生命境界。的确，不论是哪一种宗教，只要它是真正的大教，论道究极的成就一定会有无道一以贯之的生命实感。例如释迦牟尼成佛当下的见证是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性，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无妄想执着，则无失智，自然智即实现前。原来大家都是佛，只是自己觉与不觉而已。六祖慧能大师得到当下也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可说是将释迦牟尼佛的人人是佛说更进一步说明人人是佛的完整内容。儒家的顺和人也与和人也，有位者亦若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说明人人都有良心善性，人人都可以成圣人，甚至到了宋明理学还有满街跑的都是圣人之说。道家老子的天德义以清，德的义以明，神的义以灵，古的义以盈，万物的义以生，侯王的义以为天下真。道德经的一章地说明着天地万物之所以成其为天地万物，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均是根源于道尊德贵的仪，果能体明如斯根源，即可彻见天的万物甚至人的本质，而不会在纷纭的现象中迷失本真。老子一则肯定道内在于天地万物人，再则警示无人面对天地万物人，甚至自己须是守住其内在之道根，使不至迷丧大道。到了庄子更明确见证道，魔所不在，道在蝼蚁，道在蹄皮，道在瓦砾，道在石砾，以道贯之，物无贵贱。如果照基督宗教或伊斯兰教的论述，一切宇宙万有都是耶和华或阿拉所创造，那么真的就是各大宗教其究极处，甚至于其根源处，真的可以用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来形容。如是极致的生命境界均可称之为一贯道，在这里可见证道本一体理无二致。诚如当代哲学大师穆宗三先生1909-1995所说，不管是佛家的般若智心，亦或道家的道心，亦或是儒家的知体明觉，他们皆是无限心，同一无现心，而有不同的说法，这不同的说法不能形成不相容，他们只是同一无限心底部同意义。无限心本有无量丰富的意义，每一意义皆与其他意义相融融相渗透，而不能形成其他意义底障碍。
否则这一意义便不是无限心底意义。现象与物自身 P449-450 用无限心来融通各大交的一理核心及终极成就者，不只是学术界的大智慧发现，应该也是各大教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教所不可或缺的胸襟。一贯道的渊源在中华文化的精髓。宋朝理学家陆象山先生 1139-1193 曾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西南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曰集卷，这是儒家所肯定前圣后圣其魁一也的最好发挥说明。不论儒道士的教理如何各具圣场，其实其等本质均在论心。古来各大教的大德者，莫不在此有同声相应般的默契。诸如复析497-569的道观如履佛家说，会成三家作一家。王重阳1112-1170的儒门是互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峰。仲阳全真集卷一第八，憨山1546-1623的若以三界为心，万法为实而观，不独三教本来一理，无有一事一法不从此心所建立。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子伯1543-1603的学儒而能的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世事之心，学老而能老事之心，且儒也是也老也，皆明焉而已，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如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子伯老人集卷秩序1599-1655的三教圣人不昧本心而已。临风宗论卷一贯道即是皆续古圣之圣圣相续的心法慧命，如孔子的见人以知天，孟子的静心之性之天，均在点醒人性价值之源，道德之根，以令渺茫浮沉的现实人生能直下真定人人真正的美好家园，人宅一路，当为生命就近安顿之地，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人类才有永恒光明的希望。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孟子性善之说，是人对于自身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有了此一伟大发现后，每一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普遍，即是一个永恒。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类的命运。每一个人即在他的性心的自觉中，
得到无呆于外的圆满自足的安顿，更用不上花复追日式的在物质生活中，在精神陶醉中去求安顿，这两者中竟是不能安顿人的生命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P182 的确如是的大发现，不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卓越洞见，且更直接坚定地明示人类所必须有且所应该有的最根本的人性肯定。依此肯定，就近安顿人生；依此肯定，开阔生命，成就人文化成的理想世界。也如陆象山先生所说，夫子以人发明思道，其言文无虚逢。孟子识字打开，更无隐遁。一贯道即是接续且在正孔孟姓里真传的十义，肯定先圣后圣的应运成愿摄俗度生化式，不论披上何种外衣，其实均是直指本心。摘自一贯道总训222期。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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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佛恩师慈训，把爱串起来创作歌曲线上收听中英文版。发译崇德道物中心 F 简简单单随意 WorkSuite 日志 http 冒号双斜线 blog.suite.net 斜线 rich john drew 斜线 blog 斜线12601999 2011年4月2日12点28分活佛恩师慈训把爱串起来创作歌曲线上收听中英文版。发译崇德道物中心12影音分享中英文歌词把爱串起来 Stream Love Together。 问沧桑起落谁能主宰， Who can dominate the ups and downs in life？无常跌转即许哀 ，Impermanence adds to helpless sorrow。问蓝天何时还我洁白 ？When can the pure white state be restored？ 挥别昨日的阴霾 ，Sadness and hazy past be cast away。用虔诚祝祷平安永在。Truthfully we pray for eternal peace and safe. 写下幸福永不改。And as well, being that would never change. 那暮色灰灰的天外。Oh, far beyond the hazy sky. 诗的爱依然满满盛载。Teacher, as love is still loaded to the full? 在记忆最深的舞台。Oh, far in the depths of memory. 诗的心依然与图同在。Teacher, as heart is still by your side? 与朦胧纷飞的无奈。Oh,Resignation to the ruthless torrent show happy rain. 诗的泪波动弦音澎湃。Teacher, as tears pull the heartstring surging. 任时空山川的阻碍。Overcome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师徒情永相连不分开。Teacher as and disciples, love never part. 把爱串起来，把爱串起来。String love together. String love together. 为世界传递一份真爱。
Spread the true love to the world. 把爱串起来，把爱串起来。Stirring love together. Stirring love together. 心与心相连，海内海外。Be united heart to heart at home and abroad. 把爱串起来，把爱串起来。Stirring love together. Stirring love together. 感动了生命希望的爱。With loves that touch hope and life. 把爱串起来，把爱串起来。Stirring love together. Stirring love together. 转动世界，感动蓝天大海。Move the world to touch the big blue and sky. 转动世界，师徒同心。Move the world, teacher and disciples are united. 把爱串起来。Stirring love together.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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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宝 the three treasures. 一玄关窍 heavenly portal, holy gate. 二口诀 heavenly password, holy mantra. 三合同 heavenly hand sign, holy covenant. 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Tao is in one, as daily life.存好心 keep a kind heart. 说好话 use kind words. 做好事 do good deeds. 做好人 be a righteous person. 平心静气 stay calm. 主敬存诚 be sincere and respectful. 四维礼义廉耻。The four ethical principles. Propriety, righteousness, integrity, 斜线 purity, shamefulness.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Everyone has different view points depending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圆满智慧本自具足 You were born with consummate wisdom.广结善缘 develop kind, good affinity with people. 作揖 make a bow. 跪扭道。三叩首 three kowtows. 佛桌 altar. 大家一条心 all of us are of one mind. 贵人就在你身边 your benefactor is around.一举两得 gain double advantages by a single move. 明明上帝 ,ming,ming, shame, the almighty God. Heavenly Mother. 济公活佛 G, 公 living Buddha. 济公老师 Master G, 公。月慧菩萨 U, 慧 Bodhisattva.觉得一股祥和之气 ，feel the spirit of peace and harmony. 知福者当祈福 ，the blessed one should cherish their blessings. 把握当下即是永恒 ，if you seize the moment and make the most of it, it will become forever. 引师 introducer， 宝师 guarantor。讲师 lecturer， 佛 Buddha， 弥勒佛 Maitreya Buddha， 真心真意 ，truthfully and wholeheartedly， 修道要越修越欢喜 ，the more you cultivate it, the happier you should be。
Tao senior 前贤 ，Tao junior 后学。佛堂 temple， 老前人 grand senior elder， 前人 senior elder， 点传师 Tao transmitting master， 天人交会 ，the reunion of heaven and humans。既来之则安之。Since you are here, stay and settle your heart in here too.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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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开荒实用英文手册。第一部分日常生活语句。一 hello 斜线 hi hello 斜线 hi 二 good morning 早安三 good afternoon 午安四 good evening 晚安下午三点以后五 good night 晚安睡前或晚上再见时用六 How are you? 你好吗？七 Fine, thank you. And how are you? 我很好，你呢？八 How do you do? 你好吗？用于第一次见面，回答一同。九 Nice to see you. 很高兴与你见面。十 I must be going now.我必须走了。十一 ，Have a nice day。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十二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十三 ，Goodbye 斜线 ，See you。再见。十四 ，Pardon。请再说一遍。十五 ，Sorry。I don't understand. 对不起，我不懂你的意思。十六 ，Please speak slowly. 请再说慢一点。十七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说英文吗？十八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谢谢你。十九 ，You are so kind.你真好。二十 ，You are welcome。不用客气。二十一 ，Sorry 斜线 ，I am sorry。抱歉。二十二 ，Excuse me。抱歉，打扰一下。二十三 ，That is all right。没关系。二十四 ，Never mind。别放在心上。二十五 ，I agree， 我同意。二十六 ，That is right， 对。二十七 ，It sounds nice， 听起来不错。二十八 ，That is too bad， 太可惜了。二十九 ，I hope so， 希望如此。三十 ，That is fine， 很好。三十一 ，Can you do me a favor？ 能帮我个忙吗？三十二 ，Please fill in this immigration form for me， 请帮我填入境登记表。三十三 ，What should I fill in here？
这里要填什么？34 Please fill in the hotel name for me. 请帮我填旅馆名称。35 Please help me to fill in the declaration form. 请帮我填报税单。36 For house rent, should I go to U.S. immigration for registration?租房子需要到移民局报备吗？37 What is the matter?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38 What for? 为什么？39 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哪里？40 Can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文吗？41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42 May I have your business card or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请给我你的名片或是地址电话好吗？43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is address?请问到这地址怎么走？44 How much? 多少钱？45 How far? 有多远？46 How long? 要多久？47 Do you have the time?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48 What time is it?你知道现在几点吗？49 Is Mr. White at home? 怀特先生在家吗？50 May I speak to Mrs. Brown? 我找杜朗太太。51 Could I visit you tomorrow? 我明天能拜访你吗？52 Are you free? 你有空吗？53 Please come in. 请进。54 Please put on these slippers. 请穿拖鞋。55 Make yourself at home. 请不要拘束。56 Would you like coffee or tea? 要喝咖啡还是茶？57 Some more crackers.要不要再吃些饼干？58 I hope you like Chinese food. 希望你喜欢中国菜。59 Why don't you stay for night? 你何不在这过夜？60 Please stay longer. 请待久一点。61 I hope that you will come more often.希望你以后更常来。62 You can come visit us anytime.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63 We certainly enjoy your company. 和您在一起我们十分愉快。64 Come visit us again. 要再来拜访我们。65See you again. 再见。66 We just arrived from Taiwan. 我们刚从台湾搬来。67 May I use your telephone? Mine is out of order. 能不能借用你的手机？我的故障了。68 When you have time?Please come over for a chat. 有空请过来聊一聊。69 Hello, sir. Is Mrs. Lee at home? 你好，请问李太太在家吗？70 I come from Tao Center. 我是圣堂来的。71 Could I visit him 斜线 her?我能拜访他斜线他吗？
72 You are our good friend. 你是我们很好的朋友。73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谢谢您的帮忙。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and support. 很感激你的照顾。Please come to town center when you have time. 有空请常来盛唐。74 Can you come here to study the Buddhist religion? 请来学习礼节。75 Please come here and study the truth when you have time. 有空请来研究道理。76 Today our teacher will talk about the good truth. 今天我们讲师要说很好的道理。77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ao, please ask me. 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78 I greatly appreciate you giving me a chance.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79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be here. 我们初来此地。Language is not easy for us. 语言不通顺。Please help us. 请多帮忙。80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感谢慈悲。81 All thanks to the Lord. 感谢上天。82 Could you invite more people to come to our center? 请您多找人来佛堂好吗？ 83 All of your family are doing charitable things. 你们家都在做善事。Such people and family will be blessed with happiness and health. 上天会保佑这样的人幸福健康。84 The Lord will help the people who do charitable things because they have merits. 上天保佑善人，因为他们有功德。